It's Tuesday， 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的中文阅读频道。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the South Plainfield Public Library Chinese Reading Channel。大家好，欢迎来到 South Plainfield Public Library 的中文阅读频道。大家好，欢迎跟 Miss Kitty 又来到图书馆一起读古诗。今天的古诗是来自李白的一首《夜宿山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夜宿山寺》，李白，唐。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首诗逐字逐句，看看里面的字词的意思。危楼，这里呢指的是高楼，是指建筑在山顶上的寺庙特别的高。百尺，这里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就是一百尺，而是一个虚指，就是不是一个实数，只是为了形容这个楼非常高，用了百尺。那第二句里边星辰，手可摘星辰，星辰是指天上星星的统称，不是指一颗星星，是天上所有的星星。那第四句里边，最后一句里边，他说恐惊天上人，恐这里就是恐怕的意思啊。然后天上人这里呢是用了传说里边的，比如说天上住着神仙，我们看过很多神话故事，对吧？像西游记里边的玉皇大帝啊，哪吒啊，都说他们是住在天上天宫里的，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首诗的意思。山上寺院的楼真高啊，人在楼上一伸手就可以摘下天上的星星，客人们不敢大声说话，恐怕惊动天上的仙人。一起来分析一下这首诗。这首诗呢是作者李白写景的一首短诗，他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生动的描写出寺院楼特别高耸，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这首诗空灵朦胧，有以飞动的气势、精当的比喻和大胆的夸张，充满了仙人之风。那整首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早期豪放飘逸风格的一个主要表现。那现在正好是大家天气特别适合露营的时候，不知道小朋友和家长们是不是正在计划或者正在露营中呢？这首古诗就送给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朗诵。那我们下次见。